家好，我是小小欢欢，要开始做午饭了。我儿子刚下课，现在把米饭蒸上。我们中午我弄个菠菜是炒还是凉拌呢？凉拌吧。好，那就凉拌个菠菜，然后我们再炒个什么呀？炒个土豆。你吃不吃土豆？吃。好。昨天买的菠菜，今天中午就做一个土豆烧肉，然后凉拌菠菜。这个菠菜好嫩的，太多了，弄一半吧。这个把那个根上面的这泥巴给它抠一抠。菠菜根其实挺甜的，不过它这个没啥根了。烧点水来烫菠菜。那天买的土豆还有一个，拿来烧肉，拿点大蒜，三个面，接点水给它冰一下，把肉切一下，然后切点生姜。土豆烧肉，这土豆可以切厚一点，因为我那个肉都切得挺厚的。还有点胡萝卜，你给它切到一起。切片生姜，然后直接把这个五花肉放进来，放一点花椒。放点酱油，放点盐。把电脑关了吧，电脑关了，让他下午上课的时候再开。关了没？好，我现在关。放一点蒜末，放点盐，放点生抽，放点醋，再放点香油。我们吃饭了啊。我看天气预报，就说这几天都是出太阳，不下雨。下个星期一估计我们就得盖特别厚的被子。我今天热，你热是为啥不？炒饭。怎么回事？是因为我今天一上午都没找到我的裤子。我现在穿的这个厚背肚，你说我热不热？我说我奇怪，我昨天穿的裤子，明明我放在那个凳子上，就奇怪了，我以为它长腿了。你早上干嘛穿裤子的时候不好看一下？那天热，我们以为能皱着我的裤子。我也在习惯，为什么我的裤子前面没有那点笑脸呢？你早上穿我的裤子的时候，你都没有觉得那个裤子很大吗？我觉得还好啊，符合真的。找了半天，我说我的裤子跑哪儿去了，我就奇了怪了，我还以为我自己记性不好呢。松了，我感觉那个。想了半天才知道，才想起来看一下是不是你穿错了，结果真穿在你身上。其实是你的衣服把我的那个裤子压住了，我看不见。那你的裤子跟我的裤子本来就不一样，而且我的裤子长一点。是不是？都是我看多了，就这个，叫什么？裤子前面多了两条绳子，我就以为也是我之前记错了。哦，对了妈，我还想起来一件事，就是忘了告诉你，我上个月在我爸那只喝了3次排骨汤。好吃，光盘行动。今天两个菜不辣，还挺好吃的。你看你脸上有一颗米，右边。